剪好左于半以前跟妻子石真善屡穿婚变。资料照娱乐冰道美综合报道。39岁男星吴建豪与新加坡百亿千金妻子石真善结婚四年多屡传婚变，夫妻俩也久违同框，婚姻摇摇欲坠。两人唯一连结只剩供养的二货英国斗牛犬，且乃石真善现身台北市东区某动物医院，或身带一对爱犬看诊，神情紧张，对毛小孩状况忧心不已。看完整直奔火锅店与行男友人会合。苹果报道，石真善被目击在台湾，吴建豪则独留美国。年前年后，两人居然各自在爱记放上与爱犬合照，亦是不远同框合影，俨然又是一对假面夫妻，犹如翻版才客名嘴啰柚。至于东森前主播梁礼，两人恩爱景象早已不复见。资料照男方友人私下透露，吴建豪之前确实提过离婚，但石真善坚持不签字，两人只好维持表面夫妻关系，实际上则是貌合神离各自过生活。当初两人在爱记互呛大吵，关系一度紧张，多次闹上媒体版面。至于是否已经签字离婚，他经纪人低调表示艺人私事不回应。